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题目告诉我们，若锐角角 A 的正旋值角 A 的正旋值 sin A 等于1/17，是求下列各值。好，第一个 cos A 跟 tangent A。好，解这个题目，其实题目告诉我们 sin A， 您已经浮现这个图形出来了。图形 sin A 斜边。sin 是对边哈，斜边分之对边，所以是1/17。那这个你用毕氏定理啊，就可以求出8/15。所以我们图形都出来之后 ，cosA 就是斜边啊，斜边分之邻边，那就是1/17。tangent A 就是邻边分之对边，就是1/15。OK， 这一题很快，你只要把这个重点在这个 sin A 把它转成图形，你的其他都可以出来了。